闭嘴。我们把旗袍装回去哦，还有相机，先回去一下。邓启，邓启，我们先放旗袍跟皇冠好了，还是先放相机？我觉得先去1980放相机好了。哇，麦克风，向日葵。Hello。啦啦啦啦啦！哇哇！哇！行，我觉得我们先去1980啊，先把相机摆上去，然后这边的图墙应该全部都完成了，这些报章杂志的报纸应该都完成了。哦，然后如果我记得那个放在那个缸上面的是前面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可以起放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朵花还没长大。孩子感冒发烧流鼻水，感冒发烧流鼻水，止咳消痰。小儿良药，安安药丸。耶，全家安心，安安药丸。这边有个洞为什么这有个洞啊？不管了，相机先放上去，来拍个照。哇哦，拍照是谁啊？前面喽。啊，我是美心，我爸，那是我爸，我的家庭真可爱。爸爸。对，弹钢琴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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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爸爸生日快乐！好，拍到了一张，是呀。将来的照片一定会很怀念的，是不是？大东，哎呦 ，What？ 不要在那边躲躲躲，好不好？就他还没长大，啊，去放一下我们的旗袍，还有皇冠。应该要素就会收起了吧？来，1985，这边差一个，有没有什么新的？没有，没有什么新的。1985，放一下，哇，都是花哎！哇，哦，全部都长满植物了。10月9日，台风天。台风天。今天我的病还是没有好。还没有好。要一整天躺在床上，真的好讨厌。但是有一个好事，那就是爸爸送了我一个礼物，是一本故事书。睡觉的时候，他一句一句的念给我听，我还在上面乱画，把故事改得很好笑，好好玩。故事改得很好笑。爸爸教我折故事里的那种花。色纸用完了，我们就拿爸爸不要的稿纸来用。一开始觉得很丑，可是爸爸很认真教我，真的好开心。而且折了很多魔法的郁金香后，我的呼吸就变得很顺，真的好神奇哦！变得很顺啊！我偷偷把最漂亮的一朵藏在书里面。这个应该不是郁金香，是符咒吧？爸爸就会看到了。原来老爸迷信这种东西。所以说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叫何老师的搞的鬼，叫他去要去迷信这个什么慈湖观音，是不是？啊，
会不会他就说他会失去最珍贵的东西？会不会就是他作家的才能，但是换来的健康、家庭失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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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边还有什么？没东西啊。剧本《玉香花》，实在涌不出文思。难道江郎真的才尽了吗？见孩子蹲着把玩纸张，丈夫已一眼晃，一晃眼，惊觉是自己被驳回的文作。哎，你怎么玩爸爸的东西呢？啊，爸爸使劲抢过纸，才见他折成了花朵。爸，你看这玉香花送你。哎，丈夫接着纸花，百感交集。这文章的外头，什么皮，在孩子眼里竟然像宝。浮雕第二篇，这干嘛？金属浮雕上面刻着一个男人，从哪想？花与爱，我拿到了一个成就，花与爱。哎，我回来了。Hello， 我应该是要去放那个什么大缸什么的，哎、欸，给它放进去，对吧？没错，把它全部丢进去就对了。可是这个浮雕到底有什么用处啊？我还蛮好奇的、欸。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放浮雕用的？浮雕的用处到底是什么？目前为止是没看到浮雕的用处啊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把那个红袍跟我们宝冠放进去好了。放进去，然后再来是，我们可以放这个吗？不能是，不是这样用的，这样子。好，放进去，完成了。真期待将来打开它的那天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打开它，这个要等到1986年，是吧？1986年，已经放了，去1986年。墙壁上应该满了，哎、欸，这边满了。郁金香的折法，这边已经有教学，所以我们现在去所以说这到底是干嘛？浮雕到底是干嘛的、啊？还是一样不知道密码。干什么？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老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老婆，老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老婆，你不要吓我、啊，老婆。奇怪，这个触发怎么会这样触发出来的？我真不晓得、欸。算了，我要走了。1986还有两张图纸。哦，把它打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咪。9月19日，天气晴。天气晴。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害怕，越想越紧张，然后就会跟以前一样，头好痛，不能呼吸。哎呦，那个蛇。好久没有这样了。是那个蛇。明明同学大家都好好的，但我就会想很多。哇。很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，常常吸不到空气的感觉。蛇也太长了吧！在想说睡着以后可能就醒不来了。Oh my god！ 睡不着有点难走路。爸爸都会带我去找何老师。找何老师。感冒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爸爸也会带我去那里拜拜。
因为我以前病得最重的时候，是给何老师看过才好起来的。我就知道是何老师，靠腰。何老师被我猜中了。爸爸说不要太相信那个，可是爸爸相信，所以我也相信。我要努力，赶快好起来。哇，血流成河哎、欸，这蛇尾巴好长哦，怎么可以这么长？其实水管有没有？把它推下去。不要！不要！啊！破了，另一半女儿红，寸草春晖。小乖，你是我们的宝，你可知道爸妈一切全压在你身上了？待我们老了走不动了，换你来孝敬老爸，知道不？孩子知道。看见妻子的宝冠、锦袍以及金鱼，答应妈妈你会认真向上，这些宝贝给你带着，一定认真。浮雕，另外一个。Oh my god！ 啊，这个到底是要摆哪里的、啊？我们卫冕者的分数是84、86、87、87、88、88、89。哇，我们的美心呢？那我们挑战者所得到的分数是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8，完了，没了，输掉。这边超故意的、欸，故意的。我觉得结局就是美心输掉了，然后非常的难过。716。那一年的生日，美心送我一首，我的家里真可爱，右下角写着716。照片拍好了。716，会不会就是那个墙壁上的锁啊？怎么刚才突然有一种怪怪的感觉？716啊。对不对？0716有没有可能？好，我们回去。0716。啊，吵死啊！0716。哎，这边也满了哎。任何疾病作祟都能根除。神通度世，又名万岁。所有苦痛都来自于我们的恶。啊什么？侠侣不和，杜风雨、巩立方屡传分讯，传性格难磨合，多次单独出席西办场合。哦，镜头下的微笑。新二代好运不在，小童星。杜美心数次比赛失利，不再亮相于周日歌唱节目，观众担忧美心一阵不绝啊！这真的输掉了，真的输掉了、欸，输好输满啊！好吧，我们去解一下锁，0716嘛，对不对？7月16日嘛，秘密基地，去看一下美心的秘密基地到底长什么样子。0716，不是这个呀？哎、欸，我走错边了是不是？走错了。所以说是1985啊，不是1980。这时候美心还没出生的样子，要去1985对不对？抱歉，走错边了。看一下这里，1985，我看上面放一个八卦镜。他开始在迷信这种东西了。欸，不对哦，我走错了啦。靠杯，不是这里啦。那个柜子是在我们的主卧室啊。哎、
哎、欸，不是美心的房间，是我们的主卧室。去主卧室看一下，看看看看看。去我们的主卧室，厕所永远都打不开，这个吧。是不是0716？六？嗯？7月16号不是吗？最喜欢的照片？0617？啊，这是9啦，靠北啊！六？哎、欸，开了哎、欸！哦，终于啊，还真的是这样子哎、欸，里面有什么？这是我们美心的天堂，我该不要爬进去吧？啊？哇，什么东西？我瞬间变了小孩儿。哦，这是我宝宝俩抓周的时候啊，来看我抓到什么这样子。哇，石狮子，石敢当。算盘很会算。3月24日，天气晴。天气晴。大衣柜是我的秘密基地。每次叔叔阿姨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叫我去打招呼。但是我觉得陪客人聊天好麻烦，我不喜欢被问那些问题，打针也不知道要讲什么，所以我都躲起来等他们走掉。元宝，慢慢爬哦。直到我抓到了我的麦克风，展开了我的歌唱人生。我还好像好多钱，好多钱。哦，瞬间长大了这样子。在衣柜里面，我可以小声唱歌，小声唱歌，可是没有人在听，所以我都乱唱。我觉得啊，在衣柜里，我唱的比在台上还好听。要是比赛都搬在衣柜里就好了。嗯。在台上会紧张吧？就不会在大舞台上发抖，也没有人会在台下用力盯着我。哦，为什么不唱？杜美心，你为什么不唱？望女成凤，其实这样小女孩也是蛮有压力的、啊。虽然她说她想当歌手，跟妈妈一样，但是呢，就是。家里的人赋予压力吧，我这么觉得。剧本抓周，听闻孩子满周岁，近亲近戚来道贺。你是完人之后，将来一定成大器。你可以当官啊、也可以当，也可以从商，可以是丈夫或是大将军。你可以到大富大贵、大红大紫、成功名就。众人轮流摸孩子的头，沾取福气，求平安。好、哦。第三个碎片，睡着的女孩。好，睡着的女孩，干嘛？不知道。干，怎么那么黑？情况不太妙。厕所依旧不能打开，所以说我们的花永远不会长大，就是这样子等着就是了。好了吧，这边的东西条件我应该都开启了、哦。全速开启了，我们现在剩下1985那个地方还没有 弄好嘛，对不对？1986也都弄完了。啊，宝宝满周岁可占卜，抓周四而知前途。迷信迷信。所以说这三面圆盘，应该是拿来摆在这里面其中一个地方吧？啊，不然这三个到底是干嘛的？哎，真的哎。哦，我懂了。哎、欸，看，不给我放是怎样？哇，越来越远。哇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？Holy shit！ 呼呼，我不要往后看，不要往后看。
千万不要往后看。哇哇哇！不要，老婆，老婆别！啊，老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回到上一个存档点，欸，靠腰，我死掉了，有追逐战是不是？原来这是死掉哦，啊，我要怎么逃？我不懂，我要知道怎么逃，欸，老婆别，老婆别这样子，老婆，我会怕，老婆不要那么粗鲁。不会过啊！我被老婆强奸硬上了，老婆强上了我，突然觉得好幸福。欸，没有啦，没事，不要理我，继续玩。往回跑吗？这边要怎么过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过了，老婆别，老婆是我啊，老婆是俺啊，你的爱人啊，还在追，酸哦，刺激喽！哎呦，给你！哦，听到声音了，一直在后面，走好慢哦。你走太慢了吧，死肥婆，走那么慢想干什么？哦，还好我没有走错路，看得到，快点，快点，哎呦，冲，到底有多远啊，鬼遮眼哦，快点，哦，难得第一次看到我们主角跑步跑那么快啊！我前面走得慢的要死啊！这扇门吗？哦，完了，迷路。有多久啊？欸，会不会我走错路了？然后还不断的那种来回，有没有？怎么可能？我靠！他直接从正面上来。刚刚正面那边是错的，走这里，左边，这边也是错的。怎么感觉好像重复了？别啊！正确的路在哪啊？快点！我是不是又回来了？哎，没有，我回来了！哦，我成功了！快点！关门！要贴脸了！哇，怎么全部按钮都是关呐？哇！哇！哦哦！呜 ！Oh my god！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是那个慈湖观音吗？慈湖观音的关系吗？哦，要扑过来了！啊，没事，关了！啊，得救了 ！Oh my gosh！ 啊！哇！可是我不知道去几楼，欸，全部都是关，欸，怎么办？烦恼了！欢迎朋友们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。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好久不见的玉女歌手龚丽芳小姐。丽芳，恭喜你要复出了。是啊，谢谢刘大哥。要复出了，女星回来了。
这可真是国民女星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非常开心，大家都非常的想念。不过同时，应该也都跟我一样很好奇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继续回来拍戏的？还是有太多难以割舍的事吧。难以割舍的事情，一言难尽。一言难尽。先生难道没有对这件事表达什么意见吗？岂止有意见啊，根本大发雷霆。我想他最在乎的就是他那张伯伯的面子吧。这么说会不会有一点太苛刻了？苛刻了，苛刻。努力让这个家还有家的样子。他呢，整天包红包给那个老师，包红包给那个老师，到处烧香，到处贴符，把家里弄得越来越邪门，迷信。还说我被不好的东西附上了，要我去向观音忏悔。妖邪，能想象吗？迷信这种东西，半信半疑，当成妖魔鬼怪。美心从小就爱黏着爸爸，父女俩三天两头就往老师那边跑，我根本没办法，所以我决定，这次演出之后，我要带着一家子离开那里啊，去一个平静点。单纯点的地方，一家子，难不成一家子离开那里？这句话有点令人感觉不是很对劲哦。啊，所以说我现在干嘛？哎呦哎呦哎呦！好哦，哎，我们终于可以把那三片东西放在那个上面圆圈了吧？啊，我们的这个杜风雨，哎，是。我好怀念我们一家人简单开心的日子。嘿，等等，他离家出走，他走了，我老婆离开我了。该不会这三片就是我们三个人吧？永远被困在里面，永远美满的家庭。我差不多大概有点感觉会发生什么事。上面写一根满，这三块放下去就是家庭圆满，对不对？拾回往昔的片段，方才能令今日圆满。搞不好原本我就已经死了，然后在这里面徘徊，有没有？左边是爸爸，右边妈妈，上面是美心，哎，对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哇，打开了，想起了什么？美满的家庭，在梦里实现。全部都是何老师搞的鬼，何老师让一个家庭破碎，圆满家庭。又回到原点了，这是最刚开始的时候嘛，老婆煮饭，女儿表演。对，我还在看电视。节目重播你都不想错过，真是美心的忠实歌迷呢。对啊。我还可以这样子特写哦。藏不住花。哦。美心走那边，哇的！我看美心的门，我还是没有照到我的脸。走过头会怎样？应该不会怎样吧？10月7日，1987年，今天，这应该是我的样子。OK。
开门。哇！哇！妈妈什么时候会回来？哇！妈妈去哪里？我真的好想妈妈哦。妈妈不见了，妈妈离家出走了。这什么？我？招手。哦。哦，我现在是美心。我现在是美心的身份。学校。爸怎么不回家？我的家庭。吃药。Creepy， 可怕。哦，嗯，是谁让我安心？嘿，我的脸怎么变这样子？建议转诊精神科。哦，我女儿才不是神经病！我女儿才不是神经病！